日知名凤梨酥店明明拉下铁门，却有超商店员在外摆摊，推来超商版的凤梨酥一盒盒卖。原本心里就想说，我还是得出国带个伴手礼，然后刚经过只看到它放到2月9号扑空了。服务员发现它那个没有开啊。还没有开就从这边买就好、啊、为了配合防疫，大门口外贴出公告，避免人潮聚集，公司延到2月9号营业。另外一张附上方位图，民众可以到140公尺超商购买。武汉肺炎影响饭店观光业首当其冲。你好，如果要做取消的话，必须在14天前提出，那才不会有取消的费用产生。开工第一天忙个不停，华国饭店统计1到2月目前为止一共取消80间订房，损失约30万。大型餐会也陆续接到取消电话，一个月恐损失20万元。比较低楼层的客房把它改成包厢，让客人可以在客房里面当成是包厢来用餐。那如果在住房方面的话，我们有针对国人推出买一送一5200块。住房优惠。另外，军品饭店餐会部分也收到取消通知，2月估计损失50万。雄狮旅游估计到2月29号恐损失2.6亿元。观光学者分析，如果疫情延烧到5月，换算下来的损失可能超过2000亿。希望疫情能够止住，不让饭店、观光、旅游跟着流血。三立新闻林亮谢邱小倩台报道。